许久没有回国了，为了缓解思乡之情，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悉尼西部的昌莱园。见者有份，看出你手里的。哇，四人帮，四只白鸭鸭来了，来了，那老四来了。哦，在这儿。摇摇晃晃的来了。哇，老四来了，是不是怕鸭鸭抢你的面包？他紧紧的抱着你的腿。What's this？ 鸭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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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喂鸭鸭的面包，可是这有只虫子，它喂自己了。我也是鸭鸭。哥哥，哥哥。对程程来说也没有什么道理。嗯。就欺负爸爸。啊。啊。这是新州本看 Council 和山东聊城共同出资修建的中式园林。程程，经过了牌楼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前面的六角亭。哎呀，你看屏幕上面都画了些什么呀？花旗，这有好多画啊！你看，这些有金鱼，有鸭鸭，有山水，有虾，里面画了《水浒》的故事。鸭鸭，红色的柱子。这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湖面映着七孔桥，让我想起了故乡的一湖人。花花，花花，你看它长得像一个巨猫胆子。Black Town 呢，在中文译名中取了一个来字，而聊城在古代被称为东昌，所以各取一字成为了昌莱园。你放鼻子在哪里？鼻子。想要哪一块告诉我，我把它封给你。鸭鸭，你就想要鸭鸭，行。今天中午吃北京烤鸭。